Hello， 我是清酒。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 NPC 穿着我们没有的服装，这个我是原创，不可以模仿哦。第一位是我们的便利店大妈，衣服类似于制服。第二位是我们的瞎转悠小分队，衣服样式一样，只是颜色不同。第三位是我们貌美如花的美芝芝，也可以称为三芝。第四位是数学老师的衣服，也很好看呢，希望官方能更新这件衣服。第四位是游乐园三吉美，真的很像三胞胎呢。最后一位是跳楼机小姐姐，穿的衣服类似于鸭友美。最后说一次，原创进坊，原创进坊，原创进坊，下期会出男版，拜拜。